感恩这一次我能够遇到上人，我很感恩上人，他真的是能够把我的这个污垢了，我这个污垢的心哦，真的洗涤到很多很多。陈来顺在同修师姐善巧牵引下加入慈济之功行列，透过熏法香领悟正言上人用现代语言诠释深奥的佛法，消除他心中烦恼。很奇妙，他就是用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就能够把那个很深的含义都给带出来了，而且就是讲得那么容易明白，善解包容，感恩知足。那我在里面我一直在学习，说我要让我自己的烦恼去除掉。那原来啊，上人就用感恩知足啊，你只要能够感恩知足，你内心的烦恼就会去除掉了。精进熏法，改变习气，陈来顺积极参与慈济活动，勇于分享法喜。在熏法香这么过程这一段，上人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的脾气。第二很内向那因为明白了要学习当菩萨，以前我就是虽然说是有参与慈济，但是就是不爱说话，然后就是你叫我来做我做了就走了那现在才开始有互动这样才开始走出来到其他的社区，这样去跟人家一起学习。因了解而实践，慈悲智慧落实在生活。台新闻马佩珍、庄慈琳，马来西亚报道。